嗨，大家好，我是 Rainmaker 团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在台湾，网络直播已经成为各企业用来宣传自己的品牌以及建立自己形象的管道。许多人呢，已经开始在思考要如何利用直播来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您与贵公司的行销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利用 IG 来进行直播的话，那你们绝对不能错过这次的消息。Instagram 呢，推出了可以同时让四个直播主一起直播的功能 Live Rooms。 The Verge 的编辑 Ashley Carman 在文章中呢，也有提到这项功能已经可以在全球使用，而 Instagram 的官方部落格文章呢，也希望这项功能能够鼓励大家开始脱口秀 Podcast 主持即兴节目，或者是呢与其他创作者合作。 Ariel Pardes 也在 Wired 的文章中分享了 Instagram 总监的观点，相信合作文化将是未来的趋势。此外，Instagram 也推出了 Badges 的功能，以及其他的配套措施，让您的消费者呢能透过徽章来支持他们喜欢的产品，并且呢，在观看直播中享有美好的用户体验。Sarah Perret 也在 TechCrunch 的文章中呢，详细的说明了相关的功能。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呢，可以到我们 Rainmaker 的 blog 去看。我们将会每周呢，更新最新的影片行销相关文章给您，请大家敬请期待。我是 Cindy， 我们下次再见。